知我攞邊張相？我唔知啊，但我邊度係長頭髮嘅？係啊，唔止咁簡單，呢張。哇！我想問下，呢張相係咪喺你哋師大下嘅 group 有廣泛流傳㗎？唔係，佢自己流傳嘅，你自己佢自己喺擺上去嘅。係，但係呢張相其實係 P 過嘅。係。P 過添嚟嘅個髮型 P 過，所以個形狀會有少少奇怪。哦，夾咗。其實咧，如果唔講咧，我會以為呢張圖係而家嗰啲高級嘅 PS 圖。唔係啊，呢個係真係我咁樣影，然後左邊就幫你執到證件相嚟嘅。其實但你係內雙眼皮喎，即係嗰個執咗係變成完全單。佢而家都有少少咯。係啊，嗰張相真係，係咪韓國影嘅先？係啊係啊。哦，唔怪得啦。特別勁。咁我想問問題啊，如果我本身單眼皮，我去韓國影呢啲相，我會變翻。變翻都係單眼皮，維持翻可以變雙眼皮。O K 嗱，下次如果去韓國，我試下啦。哇哇！睇下係會唔會單眼皮變翻雙眼皮？不過我想問啊，大家都知道你認識卡神嘅原因，或者可能好多觀眾首先認識卡神嘅原因咧，就是、因為造星啦。咁如果因為造星嘅話，就想問下你哋之間嘅溝通啊、交流內容係咩？啱啱我喺後台聽到咧，佢哋係音樂交流，講下首歌啊，點樣高音啲啊、低音啲啊，好專業嘅。你哋私底下傾偈係咪講到都係傾呢啲啊？其實。咁啦，我哋係黑色導師啦，好多時候都好尊重。黑色導師點？其實佢自己本身係私底下都係老師嚟。係，真係卡神老師嚟噶嘛？咁所以好多嘢，佢好多嘢都會意會到點樣去做，同埋我會睇佢唱歌都會好多 inspiration。係，即係音樂交流。係啦，同埋即係都證實翻啦，因為我同你即係咁樣同台都係第一次啦。係啊。咁其實佢都真係有170。證實翻我都唔係話嗰啲侏儒級別咯，雖然都係 OK 嘅。邊個講㗎？係170嘅，係。但係呢個 OK 嘅 OK。身高認定，身高認定。但係咧，我想講咧，即係有時咁樣辣快辣眼咧，兩個其實個樣係有啲似啊，係有啲似啊，長相都係靚仔，我八級，我八級，係啊，兩個都係我八級。我想問下你對佢，即係當時你造星見到好多唔同嘅造星學員啦，你當時對 Carson 嘅第一印象係咩？好乖，好 humble， 好唱得，但係好內斂。然後好想即係我哋導師們都分享嘅就係、是，好想啊，知邊一個位令到觀眾會重新認識呢個卡神，係完完整整嘅一個最吸引、最亮麗嘅。即係你哋可能喺真係認識佢底下，知道佢係咁樣嘅狀態，好想俾大家都見到。知道佢咩料啦，但係真。唔知點樣 show 出嚟？係，因為經過電視機啊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嘅時候，未必真係認識到佢。咁所以今日超風就邀請埋 Carson 嚟呢度，俾大家真真切切咁樣認識 Carson， 見到佢超風想大家見到嘅呢一面啊，惺惺相惜嘅兩個人啊，兩個都係老師。咁不如喺度我都邀請阿 Carson 同我哋演唱你嘅作品，去演唱你今次為大家表演嘅歌好唔好？好啊，好啊，揀咗個難度高嘅，係啊，老師嚟噶嘛。唔係，我有少後悔揀呢首歌。因為昨天聽完原唱的表演呢，我就有點緊張。我們對你非常之有信心，卡神，我盡力盡力將台交給你。好，阻一阻我膽先。好，給這個愛他。好，我選了一首剛剛超風的遺憾，一首以這個心態的遺憾，非常恐怖的一首，都是我很喜歡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接收到不同的程度啦。這首歌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，很出名的，是張敬軒的《隱形人》。即使你降生的是世末选择，人间再苍白，用得下想法，世界蜜桃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，天下亦是你画册，想得到烟花。马上有烟花，你未看到吗？城堡靠想象，仍可再攀爬，流亡荒野。
眼前都有，游园地里那群木马，痴心挥手，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。听得见过山车由远至西，来总在深夜，仍等待别人。生活有时残酷，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。曾迷路的羊群，仍能被他的光带引，想得到烟花。马上有烟花，你未看到吗？城堡靠想象，仍可再攀爬。流亡荒野，眼前都有，永恒在转那群木马。不砌好他，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，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，同来实现在旧日快乐。希望前朝未来到你一定聽到